我们两个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什么？因为我们从那个一进到这个公司开始，就我们他们两个住在一起，我们两个住在一起嘛，嗯、我们睡在一个房间。你们俩当然住在一起了，你们俩也当然住在一起了。然后一开始吧，嗯，我们每天洗漱、上厕所什么的，大家都还会很客气，敲敲门，哎，那个你洗好了吗？洗好我来洗。啊。但是过了一段之后，我洗洗澡，他砰砰进来洗脸，开门就进来洗脸。哦，就你还在洗澡呢？我这边洗澡，他爸开门进来我洗脸。对，你那是尴尬吗？啊，不尴尬。后来其实还好，有很多时候他上厕所，手机在房间里打电话，我在帮他递电话去。啊，我感觉这都是算关系好的表现吧？对，对吧？别人上厕所，我才不会进去了。放下了心里面的防备。对，嗯，那也是因戏的。得到这么好的关系，就是大家相处久了嘛，都之间会有感情的。嗯。天，昨天出去买衣服，昨天那哥们就是把我吓死了。昨天去买衣服，然后我去那个回来打车嘛，旁边黄姐，你怎么在这？我以为我看见我朋友了呢。我也去啊！我是那个啊，我在这逛一逛，就是会。路上会被这种粉丝认出来了。就是昨天你们两个一起逛街。我们两个一起。就是你们两个。还有我们亲戚。还有个室友啊。有什么困扰吗？我呀、也没有说困扰吧，就是像有时候会吓到一下子，突然就像昨天我不是在那个楼上，然后有个男粉丝。突然过来，哎，拉着我，哎，你是那个，就叫不上名儿，就拉着我，那个，我知道你是谁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说啊，邓超，就是有的时候不要这样，也挺有意思的。现世学校生现世，我上次说的是我这次变了，变成我是真的爱你了。我是真的爱你、啊、我上次好像也说的这个，那就是李宗盛，王姐啊李宗盛他是真的爱你。那是平常是你们两个经常会对唱还是对唱？我基本上我俩会的都一起唱。你唱什么我听什么，我唱什么你听什么。你想我给你唱一个，我给你唱一个电台情歌啊。好，我给你拿麦来。你挑着担，这是电台情歌。哪个电台啊？不行，我唱起来停不下来了，下一场往后继续吧。好好好，我好他就好，他好我也好，他好我就好。对，但是如果你不好我也想让你好，我好了你也不能不好，到底好不好，大家好就是真的好。我觉得这种谣言吧，谣言止于智者，清者自清，像这种东西我只能对他们说一句话，就是我不在乎。你去在乎这种东西，说句特别难听的俗语呢，就是狗咬人，人不能咬狗，是吧？环境改变了，你自己没必要一定要跟着环境改变，把自己做好了，总会有人看到你。